Hello，你哋好，我系 Cecilia，系生命恩泉嘅义工。同好多人一样，我好深信要成就梦想或者有意义嘅事，一个稳定嘅家系唔可以缺少嘅。而生命恩泉而家就好需要呢个稳定嘅家去延续佢哋嘅复传工作，而呢个家好需要你同我一齐用实际行动去支持。11年前，我加入咗生命恩泉书社做义工，可以话系改变咗我一生。透过每一位入嚟书社嘅弟兄姊妹，同埋每一位义工嘅相遇，同埋信仰分享，令到我深深咁样体会到天主嘅爱。天主亦都透过生命恩泉举行嘅复传同埋灵修活动，有40日心田的农夫、退醒、信仰小团体同埋分享，仲有渔夫培育计划，令到我好热切咁样向身边嘅每一个家人、朋友，甚至乎系工作上面嘅同事去分享天主嘅爱同埋佢嘅福音。我而家好诚恳咁样邀请你同我一齐建立呢一个家，让天主能够透过生命恩泉去将佢嘅爱同埋福音传得更深、更加远，令更多嘅兄弟姊妹能够得到天主嘅救恩。呢度支持可以捐款或者祈祷，甚至两样都得。大家好，衷心咁样多谢你哋嘅支持，天主保佑。